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为什么说吃佛？刚才两位看到的吃佛，就是30年代红军进入，他是逃窜，逃到战区以后，那个时候红军就是7-8万人一起逃窜，他一部分从云南进来，也经过了我们的地方。你看，那个时候在边区的这些藏地人口比较少，虽然土地很大，但是呢，人呢这种耕种土地，包括自己的牛羊，没有那种现在所谓的这种。当今我们所说的这种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呢，人的生活其实非常好的。你有农区，它种植各种粮食；牧区呢，它有很好的这种肉类资源跟那种乳制品的这种资源。那这种交换以后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讲的啊历史上的饥荒事件。结果红军一进来。10万人一进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他所要的几百万的牲畜被抢走，那所有的粮食被抢走。当然，他把这个历史现在，红军逃窜到西藏的那一块地，对当地造成的这种劫难，他现在把它美化成是一种红军的一个旅游红色旅游线，当时红军为西藏人做了什么得了什么，就这种解释。所以在这个书里面，红军住在寺院里面，他们在高海拔的这种地区，由于不会使用牛粪啊这样的燃料物，他把所有的寺院的木板全部拆下来烧掉，他把寺院全部是壁画，那么珍贵的壁画全部拆下来当成垫子在做。那所以刚才所讲的寺院所供奉的，我们叫做佛，在他们这里面写的是佛，其实有很多供奉的这些东西都是糌粑面粉酥油做成的，有些供奉以后这里面肯定灰尘都很多，但是他们这些全部洗了以后吃。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西藏虽然是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各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国王，自己的一个非常威，就是有威望的人在统治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社会地位，这本书里面讲的是那种有威望的，而且完全有这种佛教的这种慈心、慈悲之心的佛教文化这么兴盛的一些人在统治这个地方以后呢，一般的叫什么呢，我们应该叫做非常弱势的这些非常没有劳动能力的这些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寺院也会照顾，地方也会照顾。所以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这个国王当时统治这个阶段，人民对这种国王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讲的国王其实也不是很大，他也管理的也就是1万多-2万人左右。因为当时由于共产党的进来，大家都需要跑入山上，大家跟他打仗，那很多人死亡，这都是一个悲惨的第一个历史。我想你从这个里面，那个时候没生国王的，他的国王前国王是女的，那大概30年代，我们看一下阿爸，我在刚讲讲的甘孜、德格，很多地方的女王都是女的。那时候红军入侵，要发生那么大的灾难，那老弱病少的都全部都要跑入山上要保护，那年壮的要跟他对抗要战争，那些女人表现出的这种英勇，包括甘孜县的女王，包括德格的女王，那样的女王在西藏历史里面你看到国王，但是国王一旦自己没有儿子，那家中的女人就当国王，那他完全可以在外面另外一个地方找一个夫婿进来，如果那个家里要再有儿子，又再会成为国王，所以每三国王是这么产生的。那为什么说这个书里面的这个故事，每三国王的女儿叫宫包措，宫包措在7岁的时候，他第2章他写的是恶龙归来嘛，第一个就是共产党的入侵，造成他们整个寺院全部毁掉，
因为他们的祖母为了不让共产党占领他们的宫殿，他把宫殿都烧掉。那是三十年代，那到50年，鄂龙归来，共产党又再进来。那个时候，那个原来的祖母女国王生了个儿子，就是仁公不次的女儿仁公不错，现在在印度。因为仁公不错的历史祖先为什么在印度？仁公不错的女儿，也就是美三国的公主的公主，现在也在台湾。她以前留学台湾。那这里面讲的阿巴这一代的文化人嘛，才家，一个叫才家的达赖喇嘛办公室的秘书长，以前是驻台湾代表。那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核心里面的一个叫格尔登寺，格尔登寺的寺主格尔登日木契，现在也在台湾。刚刚7月份我们出版了他的一本书，叫做《一生三世》。所以所有的这些因缘，聚集在一起，就成为非常，怪的一个现象。因此呢，我讲的这个，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如果你们以后看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女性人物，有残疾女性，有父亲，父亲的妹妹嫁给一个非常比较大的一个男人，又不生小孩，那在16、17岁，父亲又把她嫁给他的叫你们是姑姑的老公吗？对吧？那像是呢，西藏的妇女这样的一些。比如一个残疾的一个叫苏兰的女孩的，她的小孩在这个故事里面，她会成为格尔登寺的僧人。为什么我要讲到这种？就是说，寺院在西藏来讲，它是学校。因为中共入侵破坏了西藏的6000多所寺院，也就是破坏了西藏的6000多所学校。我们以前没有那种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学校，但是寺院里面，它除了教学一般的佛学以外，它里面也可以学诗歌、散文、历史、文学，包括医疗。所以从寺院里面出来的，你寺院出家人数众多，那些都成为西藏的文化人士。而且其实你还俗没人出家，其实他出来的也是变成一个文化人士。所以呢，对于藏人来讲，寺院它是不仅仅是他的精神的依托之地，而且是他学习文化的重要的场所。而藏人的普通民众，他所有的精神依托都会放在寺院里面。所以这本书里面的虔诚的一些妇女，由于中共对西藏的这种宗教的这种封锁，他之前可以早上5点钟起来去寺院转经，晚上一下班，也不叫下班，也放下这个自家里是他就可以转经，把所有的苦闷，所有的这些叫不幸福嘛，应该叫不，反正出现的很多他都可以寄托在寺院里面。但是从这个里面，一旦寺院被封锁，我讲的是后来的共产党被封锁，那给他们带来的一般的西藏的妇女。所以这些里面我想表达的是，西藏妇女在西藏这么大的一个劫难里面，他不但提出，就是说他们不但就担当起了拯救历史的这样一非常有女人的这种就领导能力之外，那这些女人非常残疾的女人，她虽然有小孩，但是没有老公，但是没有老公有小孩，老公的爸爸跟其他另外一家人一起生活，但这个小孩又可以去另一家，老公也会来看这篇家，但是西藏社会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个女孩跟其他男的有家室的生了小孩在一起生，而且她是一种残疾的人，通过她自己的努力在抚养这些小孩的这些故事里面，西藏社会没有对这些女人有那种排挤啊，叫什么，在中文世界里面是寡妇了，那人人天天就谴责，都不会有这种。所以呢，在这些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中共一直在批评西藏的文化是最落后的文化，最愚昧的思想，最封建的，它就是个罪。那其实西藏社会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相对，特别对这种
妇女地位的这方面，其实我认为我讲的这种男女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之间的这种被人经常笑话，或者说被这个社会里面被边缘被排挤的这种现象，其实即便是看不到在这本书里，反而大家都会认为这个家好可怜啊，大家都要去救济一下。所以这种社会里面，其实在了生活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那这样的社会呢就全部被共产党的这个入侵就打乱了。这是一个这本书的一个所讲的一个西藏的社会跟地理的一个关系。